部分的话哈 ，left 的部分，那这个 left 我们其实就是前面一个字，再串哪一个它的称呼哈，所以这边会分成两部分看，一个是它的姓，它的名字里面的姓氏部分 ，OK， 后面的话是它的称谓，称谓的话呢就是根据它的那个性别哈，所以这边会两个部分哦，跟前面一题有点像，但是它的方式不太一样。哦，这一题的话是用串接的，串接的话呢需要用到一个叫 and 的符号 ，and， OK， 以后的话呢在 Excel 里面，如果你要串接两个东西哈，一定要 and 的符号 ，OK， 好，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啊，所以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先插入一个什么呢？文字函数，然后我要从左边开始算，所以这边的话记得用 left， 顾名思义嘛哈 ，left， 那从右边的话是 right 了哈，按确定。然后呢 ，test 给这一个几个字呢？我要一个字，所以它会回来就五。哦 ，OK， 那当然向下填满都是只有姓。那后面的话要加上称谓，可是称谓你不能说全部的人都 and 先生吧？哦，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and， 假如你全部都打先生，那张就是有女士的话也不能叫先生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做逻辑判断。那逻辑判断怎么判断哦 ？and 后面哦，第一个哦，关键来了，一。一定要先串一个 and， 二的话呢，你后面就要串一个什么东西了，但是会有两个先生或小姐，所以怎么办呢？请各位注意一下，你在插入，如果你第二次插入函数的话，好像会盖掉 if， 所以记得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请你点前面这边，找到什么？找到 if， 它会帮你怎么样呢？把这个 if 加到哪里呢？加到这个的后面，所以呢，等第二次使用的话，建议是从这边加到后面哦。OK， 这个可能要注意细节哦，但没有很困难啦，不过你不会，你就是做不出来啦，就是这样而已。哦，所以这个就是技能嘛，技能就是会跟不会的差异而已。哦，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学会就对了。哦 ，OK， 不要只是说好像会讲，很多人就会讲，但是做不出来的。哦，我们当然尽量能够会做会讲是最好的。哦 ，OK， 好 ，if 有没有？这个时候 if 就过来了，逻辑也跳出来了。那做什么呢？如果他的性别是等于男好了，好，所以你就是把男，那记得前后要双引号，这个一定是必要的。然后你就把那个男输入到这个双引号里面。那他如果为 true 的时候呢，就返还就串一个什么呢？先生，反之就小姐就是女士好了先生。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个。两个的结果的判断，好，让它有一个不同的称呼串接到哪里呢？到后面去，好，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根据那个性别就会有不同的称呼方式。好 ，OK， 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哈，只是熟练不熟练的问题啊。其他的话像 left， 像 right 这个比较简单，自己在练习啊。顾名思义嘛哈，取前面取后面的，好。那还有呢，接下来就是综合练习题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已经把什么刚刚的 and 讲完了 ，rept 讲完了 ，len 讲完了，剩下来哈，这个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对不对哈？不过好像应该比想象中难一些下来，各位可以试做看看，如果试不出来，待会哈我们再来做解说好了哈。那所以哦，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对于今天课程的那个函数的使用哦，非常的陌生的话哦，我是强烈建议哦，你一定要再花非常多时间，一定要把函数部分哦，彻底的熟悉它啊。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熟悉哈，我跟各位讲，以后哦，你的那个哦，在办公室的能力上面绝对不会输给其他学院，商学院的也好，理学院，他们不见得都会这些东西哦。OK。所以他们不会，你会的话，那当然你就有个优势在了，也就不是只有文学院学生好像一定这个部分不熟，不过这个部分的话是第一阶段，就是函数的应用，我们还没讲到程式哦，所以后面如果说你还要更快，一个按钮按下去所有的事情都搞定的话，哇，那当然就是要写一点程式了，如果你也会写程式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蛮愉快的经验的，因为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在瞬间又可以把事情给做完了，那剩下的时间如果你在
办公室里面做完，那当然你就有更多时间可以慢慢的悠哉悠哉的享受你的工作了哈。所以工作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忙忙忙哈，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在花时间了哈。其实工作哈，真的对的马上完成，不对的哈，可能做10天20天哈，做再多的时间呢，也不见得做得出来。所以特别注意啊，真的我是强调一点，真的是你只要会对的专业技能哈，真的很多事情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的简单。这个我想你们慢慢会体会，现在这个东西还是算最简单的哦，等于是使用方法里面最低阶的啦。OK， 当然我们慢慢要越来越步步高升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那个函数的使用哈不是很了解的话，那请各位就是回去哈，要不就是到图书馆里面找相关函数的书籍来看，要不呢另外一个方法啦，你可以到 Google 上面搜寻一下，找一些其他的教学。另外如果你习惯用那个什么，用那个 YouTube 的话，你不然干脆 YouTube 上面找一下有没有这相关的函数教学，你也可以找找看啦。不过如果你 Google 一下那个，你 YouTube 上面搜寻影片的话，我想你应该会很容易就找到有一个老师他录影的东西，那个声音你应该会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其他东西的话，我想请各位就是自己再稍微找一下把这个刚刚的东西把它试着完成如果 OK 之后的话也试试看用那个就是综合练习的那个手机的那个栏位